绝症2016莱茵大咖冒雨冲浮选。国民党的党票呢是第九号的，所以119吼，啊，伫只，大家吼，拜托一个求救一下，拢台湾尽力，台湾栽培，台湾支援，台湾哦支持大家好无？王金平大喊119，暗示国民党选情紧张，但相较对手郑宝清，曾拿下两届立委高票的杨丽环连任依旧信心十足。杨丽环，杨丽环，副总统吴敦义站台力挺拉台杨丽环，更要替朱立伦冲选票。朱立伦，朱立伦，立伦，立伦，立伦。直辅选的行政院长毛治国也牵起杨丽环的手，带领民众情绪激昂，高喊国民党胜利口号。国民党胜利，国民党胜利。大选逼近，选情白热化，国民党大佬们选前各地跑透透，帮党内候选人站台造势。这次桃园立委选区竞选总部成立，国民党大咖都到场替杨丽环站台，阵容十分坚强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所以今天即便是下着大雨，仍然浇不熄所有支持民众的热情跟热烈的支持，我非常非常的感谢。杨丽环这次对上民进党候选人郑宝清，就算蓝营桃园铁票区有生锈迹象，但基层实力雄厚的杨丽环，过去的两次立委选举都能得到超过58%的选票。面对绿营强敌郑宝清，杨丽环依旧有信心。记者林中正桃园报道。